限量顶级柿饼，蓝教主独有，全托他只有这一条。哇，他们特别留给我的，我就好感动。后来看了价钱，日币140万。140万，那我就觉得值得，就不要太值得，竟然特别留给他。TVBS 的台视频道晚间9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晚上第一金。